優質幼兒的教育呢，不是一個方法，而是一個信念。我們要用心去辦好教育，也都要用心去教好每一個學生，也都要呢將學生的潛能呢可以發揮，因為每一個人呢都是獨特的。其次呢，也都要呢將他較弱的地方呢是加以的引導，從而去改善啦。其次也都呢要幫學生呢就是喜歡學習啦，讓他對學習呢產生興趣，這樣才可以令到他們呢是持續的學習，學習也都會有成效的啦。其實怪獸家長呢一直都有存在的，每個家長都希望子女成才呢，這個是無可厚非的。但是呢，其實每個家長他知不知道子女的性格，知不知道子女喜歡什麼，不喜歡什麼，那在平時的時候，除了要做功課啊、溫習之外，我們都要有機會呢讓他呢做一些他喜歡的事情，那他自己的需要得到滿足的時候呢，他也都會願意呢去接觸一些不喜歡的東西。其次呢，家長呢是子女的最佳的榜樣，所以呢家長做些什麼呢也直接呢都會影響小朋友的。所以家長呢就如果想子女呢都很努力去讀書的時候呢，家長自己都要找一些東西呢去學習，讓他努力自己去努力的進修啦。當子女見到呢自己的父母都很努力去學習的時候呢，子女自己都會模仿，而且也都知道呢家長是很努力去付出才有成果的時候呢，那子女也都會呢知道世界上呢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，是必須要努力才得到成果的。我們是何文田循道衛理楊振幼兒學校，是屬於呢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其中一間的幼稚園幼兒園來的。那我們希望呢小朋友呢是在德智體群美六育方面呢都有均衡的發展。咁我哋都咧着重咧小朋友以愛心去對待人啦。咁我哋希望咧小朋友佢至少咧懂得感受到別人嘅愛嘅時候，亦都懂得咧去愛其他人。咁我哋都希望咧佢將個愛咧去影響其他人嘅時候，世界咧就會變得更加好啦。